是朕的亲生骨肉，朕真的不希望他们兄弟相残。如果不是生在帝皇家，这一切该多美好。可惜我们与生俱来就被困在牢笼里。如果朕再不出手警告，只怕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。皇上一步步试探我们，打压我们，虽然一再退让，他却得寸进尺。皇上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百般折磨，千般刁难，非得逼得我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？当初带着兄弟们争夺皇位的是你，如今委曲求全的也是你，难道我们就不能拼死一搏？这好比被他步步逼死强呢。他是皇上，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我看着前世的宿命，实际师父早已经服毒自尽，还能为什么？皇上怎么可能会放你？如今我除了巨人还是巨人，我真是怕这个皇宫，怕那个皇上，怎么这么心狠？当年有人不止一次特意提醒我们留心皇上，始作俑者另有其人。原来一切都是我，我才是始作俑者。你多多的无私，这些不搭边的人和事都从不说起。你多留心就是了，这结局是我一手促成的。要是有十分的伤痕，定要让你承受五分。你是什么真人？是谁？我人都来了，你还要我过去问吗？是他。你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你心里有数。他教我苟且偷生，胜不如死啊。我知道你跟皇兄的情况，我也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八哥的，让自己活得放松一点。这根本就不是你的错。八爷等人针对你，其实始作俑者，直接接近促成这一切的人是我，造成这一切的人是我。